是什么，难道大人们就很清楚是是与非非，总是存在每个人的心里面，好人还是坏人，有时真的弄不明白。想来想去更糊涂，是非善恶总是辨不清楚，爱了你的你却说谢谢，帮了你的人你往往不知道，现在生活太复杂，想做好人也不是那么